耗资超过2000万港元，由杨凡导演的新片《泪王子》虽然还没公映，却已经被这届威尼斯影展选为竞赛电影，可见这个片子的成绩已经得到国际上的承认。花了5年的时间去筹备和拍摄，杨导演可有什么重要的信息想带给观众呢？我想大概就是想要讲一个就是感觉吧，一个无尽的爱，然后一个无止的遗憾，就是你生活在那个时代，然后在一种就是无可奈何之下，然后又很浪漫的这么过的自己的生活，这种一种感觉，在那种时代，那种诗情画意，或者那种对人性的这种真诚的追寻，我想表现这些。电影描述50年代台湾空军眷村的爱情故事，饰演将军夫人的关颖就表示非常喜欢这个角色。我很喜欢这个角色，因为我觉得他充满了很多秘密，然后很多的层次，那让我觉得这个女生充满了勇敢挣扎，然后在那时候的时代背景又有很多的前卫的想法，那我觉得这个角色太有挑战性了。泪王子还有两大帅哥张孝全、范植伟倾力演出，绝对不可以小看他的吸引力。